practice 1.1b factorize 2x2t 加 3x 减2，咁等于咧，等于咩咧？就系用翻草稿做 cross method 啦。2x2 次就系 2x 同 x 啦。好啦，负二咧就系得二同一呢个组合嘅啫。咁我应该呢个二嘅，因为令到佢有四啦，有个一喺度啦。咁最尾要加啊，最尾要系加 3x 啊，大家留意翻，佢最尾要加 3x 嘅。咁即系话咧，我喺呢一度去做嘅时候，咁应该系咧加嘅多啲。減嘅少啲，咁就呢個做完咧就變咗加 4x， 負一乘 x 咧就變咗負 x， 相加完之後咧變咗正三個 x， 同你做嘅嘢係吻合翻啦。咁所以個答案咧就係 2x 減 1，x 加2，咁寫翻答案咯喎，2x 減 1，x 加2。